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看 Redmi 新品发布会，把高端技术的不断的下沉，让更多的人更早的能够用得上，持续打造超越用户预期的好产品。高端产品大众化一直呢是 Redmi 的产品理念。那今天呢，在 Note 11 Pro 上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旗舰的功能呢？120瓦超级快充，充满只需一刻钟，经过了德国莱茵 TUV 的这样一个安全认证。我们在包装里面也是标配的120瓦的充电器。这次我们为 Note 11 Pro 加配备的是 VC 液冷，整个的造型采用的是一个潮流小立边的设计，直角的边框，背部的材质我们采用的呢是 AG 的磨砂玻璃，厚度上面就有8.34毫米，电量更大，机身更薄，充电更快，绝对称得上是神仙秒充。我们呢为大家准备了4个配色：迷雾森林、神秘飞镜、时光静止、浅梦星河。 Note 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块屏幕，搭载的是一块6.67英寸三星的 AMOLED 屏幕，支持120赫兹的屏幕高刷以及360赫兹的触控采样 ，DCI-P3 的广色域。 Note 11 Pro 系列在声音的调教上面，我们继续和国际顶尖的音响品牌 JBL 做了联合的调教，同时呢，也支持杜比全景声，让大家有更好的游戏音质的体验。对称式的双扬是我们 Note 有史以来最好的音质。在影像上面呢，这次我们采用的是一颗1亿像素的主摄，新增的9款的魔法幻天。搭载了1亿像素的超高清的影像系统，在处理器上呢，我们采用的是全球首发的天玑920最新的6纳米的工艺制程。可以说啊 ，Note 11 Pro 是一款性能功耗完美平衡的这样一个体验小旗舰。首先在连接技术上面，我们呢支持最新的 WiFi 6。最新的蓝牙5.2的协议，3.5毫米的耳机孔 ，X 轴的线性马达，双频的 GPS， 红外遥控，多功能的 NFC， 通通都支持。生活防泼溅，-10度的低温充电，康宁大猩猩玻璃以及随机附送保护壳。Pro 版本，67瓦的快充，5160毫安时的大电量，1799，双十一再便宜200。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比较，一定有助于竞争。有助于打破信息的不对称，有助于杜绝这个产业里有非常多的低配的高价。下面呢，就给大家宣布 Pro 价的价格：1999元，2000元以内。这次双十一还有100元的优惠，1899。Note 11系列3个颜色：神秘飞镜、浅梦星河、微星薄荷。我们是1199。Redmi Watch 2升级为了 AMOLED 1.6寸的大屏，我们启动了超过100个潮流的表盘，支持 AOD 的视频显示。这次给大家提供了3色的表起：深空蓝、尖雅黑以及浅雅白，有6色的表带，独立的卫星定位，支持5G的防水，只有31克，还支持血氧的检测。续航呢，从原来的7000升级为12天，采用了磁吸充电。这就是我们出手不凡的 Redmi Watch 2，我们直接出价钱399。第二个潮流搭档是我们 Redmi Buds 3青春版，是蓝牙5.2，续航到18个小时，采用了 Type C 的接口 ，IP54 的防水防泼溅，猫耳的外观99。这是 Note 11，这次我们推出一个特别限定的版本，叫潮流限定版。我们给大家特别定制了一个礼盒，这个礼盒里面除了手机之外呢，还有特别精致的一个保护壳，以及一个限量的名牌，2699。这就是今天发布会的所有的内容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也谢谢所有用户粉丝对 Redmi 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